1932年9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转战。蒋介石亲自指挥20万大军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歼灭在西进途中。总指挥，报告总指挥，后卫部队遭到敌人重击，电台三队被包围。命令韩良辰团长，坚决打爆歼击，保护电台守卫。是。报告总指挥，土条部遭到敌人重击。命令倪志亮、李先念，坚决打开通道。是。河口会战，我10万大军本可一举将徐匪消灭于赤区，可结果却让他成功突围，我倒损失了一个旅又一个团。我一路紧逼，寸步不舍，本可将其在枣阳、新集一带全歼，可结果又让他跑了，我又损失了3000多人马。这次土桥铺一战，又让他杀出一条生路。废物，废物！为作息怒，全都是废物。为作请息怒。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徐匪太过彪悍。不，刘峙、卫立煌、胡宗南、汤恩伯、李默安、余继时、蒋福生，统统是废物。魏作，河口之战虽然让徐匪给逃脱了，但是他再也回不来了。至此，徐匪在大别山这个钉子终于让魏作给拔掉了。土桥铺之役就是追击徐匪开始，只要魏作加强围堵，
不给徐飞以喘息之机，成功就为期不远了。嗯，讲下去。穷追不舍，彻底将徐飞剿灭于西窜途中。每次都是这样讲，穷追不舍，彻底剿灭。可结果怎么样啊？一口一口的吃，不气不馁，不骄不躁，为做早晚的事儿。早是不存在了，今天我要问一句，晚要晚到何时？为做徐飞已经是强弩之末，为期不远。我蒋中正秉承先宗礼仪院，一贯提倡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你们都要有所长进，有所自省，不能总是让我失望啊。只等明白，只等知耻而后勇。严令各部全面出击，彻底剿灭，不留一兵一卒。是。向牺牲的战友站来！你们是红军？哎，大娘您别怕，我姐姐怀孕了，走了一夜的山路，身体不适，我们只是想讨口吃的，让我姐姐缓和过来，立刻就走。姑娘，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来了好多国民党兵，我要是留了你们，让他们知道了就没命了。秦昊，我们走。大娘，
谢谢你。哎，姑娘，姑娘，你等等。团长，怎么回事？我也是看过了。我连长一直告诉我们把他放下，我们不干，他越闹越欢，说半条命不能多搞两条命。我们一边哄一边劝，可就是没想到他开枪了。王学兵是土条铺打断了一条腿，不想拖累别人。这个二杆子糊涂，徐团长，好好给埋。报告总指挥，来得重，你马上赶到前卫师，协助你这两名先点抢占有利地形，安排好宿营地，布置好侦察哨，与陈政委沟通，向张主席报告。是。哦，对了，韩若兰有消息吗？没有，去寻找的刘玉良科长已经出发了。韩科长。你现在好多了，昨天那样子可真吓人。你昨天是怎么找到我的？我到林团长的坟前，发现你不在，就在附近找，结果找了半夜才在山崖下发现你。你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怎么了，大娘？老蒋的部队来了，正挨门挨户的搜呢。你们听好了，就说是我闺女。韩科长，让您受惊了。你是谁？我是杨六子，您不记得我了？杨六子，我是您的俘虏兵。红军两次俘虏了我，你两次给我了大洋，让我回家。豆腐店那次，我挂了重彩，也是红军救了我。那天下着大雪，还是林团长把他的棉衣给了我。我想起来了，你怎么又回到国民党的部队了？没法子啊，我刚到家就又被抓了丁，不从就得死啊。这次我到了中央军，他们给了我个连副。中央军？我们的长官是卫立煌。林团长还好吗？
还好，你们都是好人啊！红军的主力往西去了，我们这边长官正在全力调兵，说一定要赶到你们前面，把你们围起来，全部歼灭。为了韩科长的安全，您最好还是别往西边去了。 张老邪，明天我们是走还是留？你说呢？我不好说。说嘛，没关系。部队连续行军苦战，疲惫不堪，特别是那1000多伤兵员，抬担架的。再走的话，我是想说，干部和战士们都想喘口气儿。 这个军官送来的，他说呀，让你一定收下。他还说呀，做人不能没有良心，收人家的东西不太好，更何况是国民党的。他送来了，我们就先收下。再说不收下怎么还给他呀？对呀，秦姑娘说的对呀，你不收下怎么还给他呀？那就这样吧。 可是，咱们给他记上一笔就是了。如果哪次再俘虏了他，就再优待他一次。嗯。好。现在我们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赶上部队。我有一个主意。这个给大娘。哟，我可不要啊！大娘，你收下吧。 当心点啊，千万别磕着碰着了。总指挥，多亏了韩团长，要不是他的英勇顽强，我们和这些保卫疙瘩早都玩完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情报，我要确切知道敌人动向，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搜集不到情报，我们就成了聋子和瞎子。离开根据地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 更加迫切。我们也很着急啊，但是敌人的密码破译不开呀，都想想办法，不然我们很难下决心确定下一个行动。请首长放心，再难也得突破。卫立煌、胡宗南他们的行动呢？正步步进追。 非我之见，是有激战，会有伤亡。徐飞的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异常啊？被我军紧追，一路向西，没看出来有什么异常啊。时不我待，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你可有万全之策？魏佐，如果穷追不舍，虽然可将徐匪歼灭在西窜道路上，不过……讲下去。魏佐，从多年和徐匪打仗的教训来看，我大军不免失之于仓促和准备不足，而徐匪确实骁勇彪悍。 他的部下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此种情况下，难免。继续说。魏佐何等的睿智啊！
何须卑职多言呢？古人云：“兵不厌诈。”我们要提前给他设计布置一个绝好的战场，设计一个大口袋，将徐匪引进口袋之中，然后。 给他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未做高见。就在此地。此地百姓说，进了漫川关就入鬼门关，风吹石头响，仰脸不见天。能否彻底剿灭徐匪，再次一战？此战。 不论军阶高低，再有胆敢贻误战绩者，一律军法从事。离开了根据地，没有群众，筹粮困难，指战员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家都盼望着有根据地的日子。更难的是敌情不明，就好像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对了，蔡薇刚刚来报，说从昨天到今天，敌方的电台一直处于静默之中。 这可有些反常。你的意思是说，敌方在搞什么阴谋？听说，蒋介石跟何成俊都是日本东京政务军校毕业的。是的，何成俊比蒋介石早一年入学，他们是师兄弟。你也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你说说，日本军校对军人的要求有什么特别之处？ 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你认为蒋介石会如何判断我们的行动？我还没想好。总指挥，你看呢？蒋介石肯定判断我们企图通过漫川关。根据目前敌我双方态势，我判断，徐向前的下一步，必将会千方百计地快速通过漫川关，而我二十万大军将其包围在一个。 200里见方的区域之内，由于敌军重重围困，密不透风，我们向东不可能，向南向北也不可能，就地停留更不可能。只有向西，而向西漫川关是必经之路，又是一道难关，绝不能让徐匪事先探明我们的意图，而要想方设法制造假象，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为他们编织好的口袋。 依据消灭，那总指挥的意思是，兵贵神速，立即穿越漫川关。我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师秘密进入漫川关东南的任岭雷音寺、麒麟峡、古苗沟一线。我敢断言，只要他们进入漫川关，漫川关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是，唯作英明。 总指挥，刘玉良科长他回来了，韩若兰呢？都回来了，他们带有重要情报。文员，到。请总指挥。是，不用请，我来了。来得正好啊，向前。 我得提醒你啊，这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形势越是严峻，就越要做好内部的防范。大敌当前，要分外小心啊。韩亮臣这个人不可靠，不能重用。韩亮臣没有问题，这回圆满完成反阶级任务，也是证明啊。你呀，太固执了。
不是顾着，我了解他。好，好，好，不说这个了。来，坐下聊。向前，我这次呢，主要是想跟你谈一谈部队下一步。啊，我正要说这事儿呢。我们必须快走，向西穿越满川关。可有些同志反映，部队连番作战，元气大伤，需要就地休整。 还有一位同志建议留在此地建立根据地，这个我调查过，这个地方不错，人口不少，两米坡峰，北靠伏牛山，南傍暴雨岭。来喝水，处在丹江和汉水中间，更重要的是啊，它处在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地方，非常适合建立根据地。不行，强敌紧逼，虎视眈眈。 恨不得一口吃了我们。我们必须迅速摆脱敌人。向前。自从出了大别山，部队打打拼拼，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人困马乏，精疲力竭。好不容易到了有粮有草的地方，同志们舍不得走。再说了，天儿越来越冷了，干部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就算不在这儿建立根据地，那也应该就地休整，补充衣粮，恢复体力。 部队实在是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当前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摆脱敌人。老蒋即使再精明，敌人即使再神速，也不可能立刻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认为，无论如何也要休息几天。我估计现在，敌人就在我们东南北三面集结部署，完成对漫川关的合围报仇。如果稍有迟疑，我们就……说来说去，你只是在估计。 我看还是先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哎，总指挥，这是明天的开进计划表，我已经做出来了，您看看。先搁着吧。 怎么了，总指挥？张主席，方锦勋同志，有事吗？我能说说关于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意见吗？当然可以。说吧。我军就地停留，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压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你见徐总指挥了吗？见过。 总指挥也主张迅速西进，乘敌不备，立足未稳，强行穿越漫川关。什么人的乱议论？不是乱议论，是各师长、团长都认为总指挥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说完就走吧。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不得更改。串通一气。 真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呀，是该出来透透气了。报告委员长，嗯，什么事情？讲。据可靠情报，是否就地停留，说建立什么根据地？嗯，你说什么？不可能吧？千真万确。 我大军压境，赤匪不但不加速逃窜，反而就地停留。这说明徐匪还不明白我军的企图，还不掌握我们的虚实。嗯，山军什么时候到达漫川关？2天以后，哦，也就是后天。好，好，只要是徐匪在当地停留3天，哦不。 2天，山军堵住了漫川关，他可就完了。嗯，你说就地停留这个主意是徐向前的吗？这个难说。论说，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就汤下面，借题发挥。就汤下面，借题发挥。我再烧他一把火，卑职马上去部署。
个汉口消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今日在汉口接见鄂豫皖边剿匪国军高官，盛赞国军将士之忠勇，屡建战功的卫立煌纵队今日班师回汉，汉口各界人士前往车站恭迎铁军再遇归来。不日该部将赴九江参与围剿赣南朱毛红军。王参谋，这个消息非常重要，要立即向总部首长汇报。明白。蒋介石已经回到了汉口，卫立煌纵队也已经回到汉口，并要转至江西。你们看看，这是真的。嗯，这就说明啊，我们停留在此地，决定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正确的。卫立煌纵队所辖黄埔嫡系三个主力师，数万之众啊。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了，那将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压力啊。嗯。这个消息不可靠。这个消息的出现，反而让我觉得不简单。蒋介石急于消灭我们，而我们的处境又这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重兵怎么可能突然离开呢？也许他们明白，他们现在还没有消灭我们的能力呢。不，我判断这是个烟幕弹，敌人的主力部队正在集结，马上就会到达指定位置。你这是在瞎猜测呀。不，韩若兰和刘义良也发现了卫立煌纵队正在向西行动，卫立煌不可能到了汉口。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转移。韩若兰和刘义良的情报可信吗？韩若兰离开部队这几天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怀疑韩若兰？当然，两军对垒，你死我活，忠诚与背叛只在一念之间。韩若兰既然已经被捕了，怎么会轻易的毫发无损的被放回来啊？还赏了三块大洋，难道这还不值得怀疑吗？我马上会审查他，如果不说个一清二楚的话，我绝不轻饶。什么？好了好了，韩若兰的问题呢，我们就先放一放。我们现在呢，还是要心平气和的来讨论一下，我们到底是要走还是要留的问题。总指挥，憋气呀，看他怎么收场吧。不要说了，通知侦察科加强对地侦察，命令各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哦，另外告诉二局蔡伟，让他们多下点功夫，争取早日破解敌人密码。是。你姐被抓走怎么办？妈，走！玉，你凭什么抓好姐姐？韩连长，你别乱来啊！我们是奉张主席的命令执行任务。亮晨，姐没事的，别担心，身正不怕影子歪。姐，你别急，我真去找总指挥。亮晨，别去找总指挥。亮晨，走。
你应该明白眼前的严峻形势。如果那个山头继续由敌人控制，我们下一步的转移将更加困难。请佟指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它夺下来。你怎么夺？佟指挥，我想用夜战把它拿下来。根据侦查，山头后边村庄就是敌军团部，那就把敌人的团部和山头一起拿下。 再问一百遍，事实还是这样。那天我到张福林光荣坟前，突然下大雨，在返回的路上，我摔到山沟里，是秦昊找到我。是谁批准你出去的？程昭浩政委。不是总指挥吗？不是。你们家。 与总指挥刚到大别山打游击，作战负伤，住到我们家，是我父亲替他看病疗伤的。你们不会怀疑总指挥吧？不许胡说，回答我的问题。大敌当前，你们不能谁都怀疑。 伟座，讲。陕军已进抵漫川关。好。一师、四十二师、四十四师、五十一师、六十五师已经按照伟座的命令运动到位。胡宗南呢？已经到达指定地域，正在等候伟座的命令。好。命令胡宗南，两日之内，将漫川关以东。 仁陵康家坪雷音寺方圆二十里的所有百姓全部驱离，并带走所有的耕牛、禽畜和粮食。凡拒不离开者，一律按通匪罪，就地正法。是。那漫川关我们还能去吗？明知山有虎，天下虎山行，狡兔未出去，又要生存发展。漫川关方向。 虽然也会有大兵把守，但比较而言，综合来看，依然对我们最为有利。明白。
根据当前敌情和地形来看，以十二师做前卫，十一师居左，七师、三师居右，十师做后卫。打先锋的就派十二师三十四团，许世友。许世友英勇善战，能肯一骨头啊！这样布置，既便于我军推进，又便于防范敌人的堵截和分隔。明白。这个计划关键之点在于以十师为后卫，后卫无忧。 我军就是一个整体，那我就马上起草，计划拟好后，立即送陈政委电报张主席过目，然后迅速下达。是。张主席，您要调十一师做后卫，有问题吗？张主席，请听我解释。总指挥考虑十师王洪坤做后卫，那是因为第一，王洪坤的十师是我军的主力；第二。 卫立煌、胡宗南这些中央军与王洪坤交手，多次都吃过亏，他们畏惧实施。第三，王洪坤的实施能攻善守，打阻击战最有经验，所以总指挥安排实施做后卫，这样既可以巩固我军阵脚，又可以从前面突破。军情真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我调实施在中间，正好可以前后左右照应，这样。 是不是更稳妥？总指挥判断，总指挥，张口闭口就是总指挥。我是鄂豫皖的军委主席，难道我就不能够调动部队？喂，好，我知道了。哪有这么干的？什么事都横插一杠子？怎么了？ 自作主张，不懂装懂。冷静一点，少说两句可以吗？事事干涉，这工作怎么做呀？他这种部署是不对，可是他是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委主席，跟他顶起来，对工作不利。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他要用十一师当后卫，就按他说的办。可十一师刚刚在星级战斗中伤亡尽半，重伤耗又那么多，担架队伍拉得长长的，如何担当得起后卫的重任呢？把倪志亮和李贤念请过来，我们仔细研究研究。哎，等会儿，告诉他们，我亲自去。喂。 十一师吗？请找一下倪志亮和李贤念。总指挥，志亮在吗？在。志亮，总指挥，这次打后卫，必须万无一失。 你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来，接我，我们研究下方案。好。韩若兰，河南光山人，出生于中医世家，1929年入党，现任总政治部敌工科科长，丈夫林光荣，红十一师第32团团长，于十几天前的枣阳新集战斗中牺牲。好了，这些就不要说了。根据保卫局审查得知。 韩若兰调队是这样的，因为第二天早晨部队要出发，黄昏时韩若兰去了丈夫林光荣的坟墓前。等等，谁批准他离队的？是向前同志吗？不是，是陈政委。继续。没想到突然下起了大雨，在返回的路上不幸失足，掉下了山崖。当晚，政治部发现韩若兰没有按时归队。 并报告了总部首长，徐总指挥命令书记长主任派交通队四位战士分别去寻找。当晚，三位战士分别回来报告没有找到。其中，侦察员秦昊没有归队。第二天，徐总指挥又命令书主任再派侦察科科长刘一良和一名侦察员离队寻找，几天后找到。在韩若兰失踪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什么人表现出异常？保卫局没有发现。听说徐总指挥对韩若兰家很熟悉。哦，这个也调查过。当年徐总指挥被中央军委派到大别山，因作战中受伤，就被秘密安排到了韩若兰家中进行治疗养伤。后来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抓了韩若兰的父亲，并进行了严刑拷打，关入了监牢。当游击队救助他的时候，他已经生命垂危。在临终时，他把自己的儿子韩亮辰和女儿韩若兰以及女婿林光荣交给了徐总指挥。总指挥很注意培养他们。韩亮辰、林光荣都成了红四方面里的优秀干部，韩若兰表现也不错。韩若兰离开部队这几天，究竟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最近敌人对我们的部署那么清楚？到目前为止，保卫局还没有发现韩若兰的可疑之处。总指挥，我们的前卫师明天就能进入漫川关地域。是。敌情有变化吗？二局的蔡威还没有搞出情报，侦察科得到的情报是，我军的后面、左面和右面，全都是敌人的重兵。虽然我们的前方没有发现敌人的重兵，但是小股的零星武装不少。连续几天来，我快进，敌人也快进；我慢进，敌人也慢进。相距不到一天的距离，一旦打起来，敌人三四个小时就能全部投入战斗，合围上来。正是这样。现在就看明天的漫川关了。我估计这两三天徐向前就要到达漫川关。这场决战，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怎么不讲话了？各方可保无忧。这是。你是指漫川关吗？漫川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已经有陕军的两个旅进驻，无需多虑。只是到了真正拼命的时候，陕军能不能顶得住，就不好说了。致电杨虎城，命令陕军四十二师冯钦斋师长率领该师立即到达指定位置，待圆满闯关。是。另外，你告诉杨虎城，如果他稍有迟疑，刘峙的八万大军便由潼关进入关中，直接与徐匪作战。好，这样的话，杨虎城想不干都不行了。报告总指挥，漫川关已被敌人占控，驻有三个团，另有一个师紧挨其后。漫川关关隘险峻，不宜从正面强攻啊。别的地方呢？敌人的薄弱处，从目前的侦察情况来看，眼下漫川关只有西南方向敌人兵力薄弱，可以考虑从西南垭口突围。好，邝师长，我命令你们抢占西南垭口，动作要快，要坚决果断。矿地熏啊，打仗不行。怎么样？关键时刻拉稀，应该立刻撤职。主席啊，这他已经开始重新组织进攻了。打仗不行，抬杠倒在行，还撤了？这临阵换将，那可是兵家大忌，这是要耽误战机的。好，你就是再给他机会，他也抓不住啊。撤，立刻撤。那我总得跟向前去商量一下吧。不用了，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你怎么这么着急呢？别犹豫了，发布命令吧。这个时候撤了我的师长，
战机转瞬即逝，西南亚口一线希望也没了，现在彻底变被动了。突然撤了矿井穴，夺取西南亚口耽误了，十二师也群龙无首，新调师长也一时难以适应。如果张主席再找一个听他话却没有能力的，恐怕这个仗总部直接指挥，指挥所高见，进驻康家坪。曼川关在几天以前被陕军杨虎城部控制，胡宗南占领了西南垭口，并且从曼川关东南的人岭、七里峡、雷音寺、古庙沟一带，对我军实施了全面的围击，这是十二师面临的情况。根据实施王洪坤、十一师倪志亮、李先念报来的情况，我们的东面、东北面、东南面，也都发现了敌人的主力，而且已经交火。王树生七十三师情况如何？尖头团已经和敌人交火，敌第四十四师已经占领了曼川关东北方向的马家庄至张家湾一带，敌人已经完成了对我军的四面包围，我们被困在了一条十多里长的山沟里。报告，二师局长蔡维来电。蔡维成功了，他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这是蒋介石给刘峙的电报。蒋介石命令驻陇海县的刘峙部队停止西进，留驻洛阳至潼关一段。刘峙这八万大军本来是要对付我们的呀，现在他不动，这是什么意思？第一，蒋介石认为曼川关所需的兵力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蒋介石在曼川关投入的兵力巨大。第二，潼关以西是陕军地盘，刘峙不进潼关，一是暂时避免与陕军争利，二呢，也是陕军在蒋介石面前表了态，将全力参与围歼。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们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血战。张主席，屋里边收拾好了，要不你先进去休息一会儿。嗯，来，主席。你不是去一趟保卫局吗？怎么样？去了，保卫局对韩若兰和刘一良的审查暂时没有结果。没有？无能。通知保卫局，抓紧。是。那蒋介石会判断我们在哪里突围呢？向西，继续曼川关方向。所以他会在西面以重兵迎击。对，目前陕军紧控曼川关，而西南垭口又有胡宗南重兵把守，我们已经失去了冲击曼川关和夺取西南垭口的机会，因此向西不应该是我们的主攻方向。那总指挥的意思是放弃向西，放弃曼川关方向，向北寻找机会。向北？对，出其不意，必失就绪，在敌人两军结合部冲击，不过必须保持对曼川关的佯攻态势，以吸引敌人注意力。首长，机枪连击敌人两次进攻，正在休整。好样的，洪坤，一定要让同志们明白，有了你们阻击部队的胜利，才有我们全军的胜利。总指挥说的有道理。何主任，嗯，委座今天可是高兴了啊，还打起麻将来了。哦，是赢了还是输了？当然是赢了。和委座打麻将，那谁敢不输啊？这回徐飞可算是完了啊，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了。这要看委座的胃口了。据我们抓到的敌探交代，
北山垭口有一条秘密小路，可以直通陕南。侦察哥向老百姓了解了一下，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在当地老山民的带领下，十二师侦察员实地侦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么一条小路。虽然很窄，但部队可以通过，几个山民也愿意带路。所以我想，能不能避开西面的漫川关关口，我们向北，从北山垭口打开一个缺口，然后直奔陕南。我看可以，说不定啊，我们可以出奇制胜，杀出一条路来。攻击部队准备用十二师，还是以许世友三十四团为尖刀，这里的对手是肖之楚四十四师，现在时间很紧张，必须尽快决定。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同意，我也同意，同意。不过我有一个意见，一旦集中突围失败，那就一定要考虑分散游击的方案。还是发烧，就是头疼的厉害，浑身发冷。我给你找药去。谢谢你，朱熹，好好休息啊。三十四团有进展吗？五次冲锋都被敌人压了下来，敌人兵力太多，火力很猛。都打了一天了，每个师都在和一面敌人激战。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不行。来人，通知何主任马上到作战室去。是。魏连长，你来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徐匪的四面包围。今天徐匪的行动你怎么看？我们在对徐匪的包围过程当中遇到了徐匪顽强的抵抗，双方争夺非常的激烈。表面上看徐匪是四面迎击与我顽强对抗，可仔细一琢磨，徐匪狡猾得很呐。他是面中有点，兵力主要集中在点上。徐匪的点在哪里啊？这就是我睡不着的原因。我看在北面，就在四十四师防区的北山垭口。
我们那里有十个团，20000余兵力啊！再增加，命令肖支处让出一半防区，以集中全部兵力，重点防堵北山垭口。所让出的另一半防区，由胡宗南填补。好，我立刻去办。 知道。张主席受了风寒，总指挥让找来了生姜和辣椒，给张主席发汗。好，我这就让人去见。哎，向前，34团打了大半天，没什么进展，再这样下去，不行啊！正在想办法。这附近的地形，山峰陡峭，丛林茂密，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咱们得保存红四方面军的火种，能出去一点就是一点。那你的意思是，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突不出去的就地打游击。这怎么行？部队集中在一块才有力量，才有突围成功的希望。向前，你这个想法不对头啊！集中突围，目标太大，对我们来说消耗极大，而且不容易成功。相反。 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目标小，容易存活呀。那根本不成。部队分散了，失去突击力，就好比一块肉切成小块，正好被敌人一口一口吃掉。而集中在一起，就好比一整块肉，很难被敌人一口吞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集中突围打出去。集中突围，集中。要突围不出去怎么办？再耽误下去，分散都来不及了。你好好休息。 我到前面去。向前，哎，向前！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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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线同志，等一等！等一等！张主席，您别着急，总指挥已经上了前线。 会有办法的。昨天是这么说的。要相信总指挥，一定能解决问题。不是不相信他，是他根本就做不到。部队只有集中突围才能够打出去。这个不用你操心，先回去。这，你看他们也来了。 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找张主席，部队绝对不能分散，我们要集中突围打出去，只有集中突围才是唯一的出路呀！胡闹，都给我回去！你们听我说，你们这么做，不仅不会有好效果，相反可能帮倒忙，说不定你们自己都会陷进去。我们不怕，对，我们不怕，你不怕我怕。你们放心，我们一定要集中突围，我也绝不会同意分散打游击。 是是是。好，太好了。回座，肖支处胡宗南所部按照新的部署要求已经机动完毕，北山垭口方向可保无忧。嗯，好。从新的情报来看。 去那儿看看敌人纵深，还不行！没关系，小心！不行，让开！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你现在首先要想的应该是如何撕开敌人包围圈。对，你只有誓死逼上到底，但你是总指挥，小心！您不能去。先有士兵的上前线，总指挥就不能上前线，不然前线怎么指挥？让开！是。
你面对的敌人至少有两个多旅，并且援救及时有力。难不想捅了马蜂窝啊？部队再往东进，等我命令。 红七十三师二十九团团长韩亮辰前来接收任务。梁晨同志，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明白。今晚的一战，关系到我们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请总指挥指示。许师有三十四团在攻击北山垭口遭到敌人重兵围堵，原因是敌人后援强大、集中、迅速有力。 你的任务就是从西北方向坚决夺取望风崖，吸引分割阻击消耗北山垭口的后援部队，减轻许世友的压力，为许世友攻占北山垭口争取时间，创造机会。明白。只要你夺取了望风崖，并牢牢守住，许世友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趁机从肖之处和胡宗南结合部署，闯出一条血路。记住，多一分钟时间。 多一分把握，保证完成任务。生死关头，在此一举。有什么要求？总指挥，我希望能够多给我们补充一些弹药，特别是手榴弹和炸药。已经准备好了。师师昨晚夜袭胡宗南，缴了两车军火，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总指挥，我还有件事，说吧。 我姐姐她队长忠诚，没有问题，一定是被人冤枉了。再说了，她马上就要生了，我要是这次去，光荣了的话，我恳请总指挥能够帮我照顾我姐姐。放心吧，我会保护你姐的。那总指挥，我去了。 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目标小，容易存活呀。那根本不成。总指挥也主张迅速西进，趁敌不备，立足未稳，强行穿越漫川关。来人，到。主席，什么事儿？跟我出去。 不惜一切代价，行动结果，立刻报告总部。张主席，您来了。刘秘书，在。记录。是。全军及各部队长，为了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基干，延续革命火种，我以中共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决定全军各部队从今晚起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保存实力，伺机突围。张国焘，记录完毕。马上通知各部队执行。是。张主席，您能不能再等一等？等什么呀？总指挥正在前线督战，等他回来，我立刻向他汇报。你什么意思？ 推三阻四，你就不怕我撤你的职？张主席，若我有错，您撤我的职没关系。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可以向您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吗？说。您这样做欠考虑，您可以做出任何决定，但是按照组织程序，您应该把决定交给徐总指挥和陈总政委。 由他们再以命令的方式下达执行，并且您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做出决定，事先也应先征询徐陈两位副主席的意见。在未征询两位副主席意见的情况下，您没有权利做出这一决定。如果您是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下达指示，如此重大事项，您事先也应该先请示中央啊。
张主席，我可以帮您跟徐总指挥和陈总政委联系。你是在抗拒我的命令吗？不是我抗拒你的命令，是你的命令与程序不合。舒玉章，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东西，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特务，你血口喷人。来人，到，押去。谁敢？敢人敢？我是张国焘。张主席，张主席，你是错误的，你是错误的，张主席，你是错误的。立刻通知部队。是。喂。三长，你看啊，对面就是望风崖，看清楚了吗？好家伙，好险呢！来，咱们研究作战方案。一会儿带人从这个。韩亮臣，被逮捕了。什么情况啊？主席要亲自审问。带走。干什么？凭什么抓我们团长？来，报告，山炮营一连准备完毕。今天晚上，把所有炮弹都打出去。是，总指挥。总指挥，刚刚接到命令，要部队分散游击，各自突围。什么？是张主席亲自下的命令？我怕扰乱军心，还没有向各套营转达。我让您师长先稳住，马上我就赶过来了。你们做的对。总指挥，总指挥，韩亮臣被保卫局来人押走了，还有舒玉章也被捕了。什么？这该怎么办？总指挥，你可得拿主意呀。总指挥，你说吧，我们支持你。我们这回绝不能迁就他，对，不能再退让了，绝不能退让。与他共事，一想到他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军委主席的身份，我总是尊重他，让着他，对他的一些说法、做法，尽管有不同意见，我也不去计较，尽力变通，顾全大局。可是今天，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我绝不会再退缩。总指挥说的对，我们支持你。现在该怎么做，您就说吧。你们立即回到岗位，掌握好部队，分散游击的指示暂不传达。集中突围的决策是我和陈政委与张主席共同做出的，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更改。是，是。走。我知道你会来，张主席。大战在即，你把我的参谋主任跟突击团长都关起来，这仗还怎么打呀？舒玉章，有人怀疑他是日本特务。有什么根据？他日本军校毕业。日本军校毕业就是特务？有这个可能，也需要审查呀。韩亮臣呢？韩若兰的案子牵涉到他，也需要审查。关押韩若兰跟那几个同志本来就是错误，逮捕韩亮臣更是错上加错。向前，我知道，我知道韩若兰一家跟你关系不一般，可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也没有办法啊。好了，这件事情咱们不说啊。我已经下达了命令，化整为零，分散突击。现在时间紧张，一定要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张主席，我认为你的这个命令也是错误的，请立即收回。同时，也应该立即释放韩亮臣跟舒玉章。前线作战跟司令部的工作离不开他们。休想！向前，同志。你不要再这么固执了，好不好？这样对你没好处。
是你顾着还是我顾着？几天前在南华堂，你就主张就地停留，结果贻误了战机。你现在，你又一意孤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 你们都来干什么？啊！主席啊，是我召集他们来的，大家一起开个共同会。张主席，不是我们大家不尊重你，而是你的想法根本行不通。敌军重重围困，我军一旦分散，必将被一口一口吃掉，连骨头都剩不下。是啊，对呀。主席，党中央派我们到鄂豫皖来，第四次返回剿失败了，这已经表明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要是现在部队再垮了，我们怎么向中央去交代？我们郑维陵不行，难道整体突围都行吗？行，我们一定能打出去。我们有这个信心，肯定的，我们有这个信心。主席啊，现在呢，我们也没有时间再讨论了。这样，我先表个态吧，我同意向前同志的建议，各位师团长们也是一样的建议。 看来你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再说了，之前集体突围的决定也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出来的嘛，各单位也都一致赞同，你也不能自己一个人随意就更改了呀。可我当时保留了分散突围的建议呀。可是现在我向前，我们大家不同意你的建议呀。我看这样吧。 为了保证集体突围呢，向前那儿现在急需要舒玉章来协助他工作，啊，还有韩亮臣那儿也要率领突击团夜袭望风崖，这两个人吧就立即释放了，还有韩若兰等人呢，那就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向前，你先表个态。我同意。我当然也是同意的了，主席，您呢？ 既然这样，我再坚持也没有什么用了。可是，一旦出了问题，我概不负责。杨晨。 总指挥，去吧，别让总指挥失望。是。总指挥，那我姐姐呢？放心吧，等打完仗，我亲自接她出来。 主任，伟座睡着了吗？好像还没有睡呢。这是大战前的最后一个夜晚，非比通常啊。伟座肯定会睡不好觉的，你们一定要注意。是。 生死存亡可就看今天晚上，向前同志已经去了前线，我马上去许师有难，誓死也要杀出条血路来。主席，还请您镇守后方，及时给我们进行弹药还有物资的供应，一旦通道打开了，请您及时带着后勤部队转移。 同志们，这红四方面没有孬种，这山崖口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要给他凿个窟窿，冲啊！
但还要坚守，直到规定的时间。咱们多坚守一分钟，许世友那边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明白。明白。徐总指挥命令，219团按原定时间撤离，行进路线不变，同时还要负责掩护前面的后勤4分队，确保安全。明白。三班长。掩护后勤4分队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三营了。是。同时注意收容，不能遗漏任何一名伤员。我保证完成任务，请团长放心。大贵啊，我给你看样东西吧。团长，这是什么？小时候我娘告诉我，这是我周岁的时候她给我戴上的。她还特意嘱咐我，跟我说，儿子呀，等你长大娶了媳妇儿，让你媳妇儿亲手给你摘下来。后来我爹我娘都被敌人害死了，我到现在也没娶上媳妇儿。拿着，留给我外甥吧。团长，这是什么意思？给我姐带句话，让她一定坚强地活着。团长，你这是干什么？记住，咱们夜老虎团的作风不能丢。团长，总指挥命令你，带我们一起撤出呀。面前的这股敌人必须立刻消灭，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已经到了预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撤出了。我要给许世友多留一点时间，确保万无一失。交给我吧，引领全团撤出。你现在立刻率领3营撤出阵地，1营、2营。也同时撤出。你呢？别管我，给我留一个排，我蹲后。团长，你必须执行总指挥命令，带领全团撤出。王大贵，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全军的顺利突围，比你我的性命都要重要，你明白吗？
怎么样？讲。魏佐，您千万要珍重啊！你说什么？魏佐，你可千万要息怒，保重身体要紧。什么？你？董志伟，怎么了？说呀！梁晨同志牺牲了。什么？一个排都光荣了。哎，董志伟，董志伟，这是他的公文包。里面有一个银项圈，让转交给他姐姐。若兰同志，梁晨。是个好同志。秦昊，还有刘一良，看来你的意见是对的。谁对谁错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胜利了。主席同志，我和向前同志建议立即释放韩若兰、秦昊还有刘一良，并且恢复他们的职务。好吧。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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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通通都是废物！魏佐，魏佐息怒！魏佐息怒啊！你休息休息。咱们终于出来了。是啊，总指挥，生了生了，什么生了呀？韩若兰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啊！总好啊！这下咱们红四方面军有后了。哎，总指挥，得给这孩子起个名了吧？哎，对，一人起一个啊，看谁起得好。万川关。哎，要不孩子就叫林万川。1932年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直接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包围，进入陕南。12月17日，翻越大巴山向川北挺进，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半年之后，红四方面军发展成为拥有10万兵力的主力部队。